来玩这款游戏，暗影复苏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在进行封测啦，安卓可以畅玩 ，OK。这个是塔防呢，还是回合制啊？角色都挺正的欸，人物有点小啊，无法更改镜头。我想要拉近一点，看一下那个妹子哦，是啥？吸血鬼之王啊，还用那么帅气的 pose， 你们可以叫我 D。谢谢你，朱先生。不愧是朱先生，太强啦！哎，这个是，这该不会是神战游戏吧？麦拉瓦啦！啊，开始挖，挖食物，还有木材。进行挑战，好大的范围哦。市政厅，仓库升级，一起完成。市政厅，再升吧。啊，影厅要先清理啊。这个战斗画面实在是不太行，能不能跳过？这个看起来也像是早期游戏啊。哦，狼人哦，这个是吸血鬼概念的成战游戏啦，我们可以这样子解读，应该没问题吧？狼人进来，唰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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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烂哦，这狼人的技能。整个落掉了，可以不要丢狼族的脸吗 ？Thank you。第一章完成了。接下来来到第二章，好，完成了。第三章，清理恶魔巢穴。哎呦，好，我们可以跳过。哎，战斗，他为什么都要把它拉那么远呢？但用手机看呢，就跟蚂蚁一样。哎，嗯 ，What and why？攻击，平均配置，凶多吉少，我要坚持出生呢，啊，被打爆了，收编反抗者，跳过啊，要补充兵力了，
原来刚刚就是故意要出的，是不是？无情呢、欸？哎呦，恶魔出现了！修复城墙，立即完成。英雄中心，好，我们先修复城墙。这个都可以修复了，然后这边可以清，有一些就是要市政厅的等级够高才可以清理啊。现在清都不用派人来清了，点一下就没了。哦，可以加快战斗速度了哦，但是还没有解锁自动战斗。OK。第三章结束吧。好，木材厂。升级。哎呀，他太坑了啦！你连升级一分钟，你都要花钻石，哇！这样是想说这类型那么好赚吗？啊，然后在睡梦中就想说，哇，我要发财了，好好赚呢。重氪就是这样子，一直点钻石。问题是你这个画面不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存战游戏我可以退出去吗？不行嘞，我想要看一下外围也不行。那我到底要打多久，我才能看得到外围？收编反抗者，我可以跳过了，太好了。这个战斗画面实在是有够糟的啊！跳过就赶快跳了，不用再继续看下去了，毋庸置疑。左下方出现世界了哈，市政厅五级才行了，赶快升了。那我看一眼就好了，别那么无情嘛。我就是要看到有开照的样子。OK， 这是角色训练，立即完成，又要钻石了。170给2500钻。33块可以给你500，170可以给2500，这种的就是这种一转一转这样子花，积少成多，花下去也是很多的。升级有没有给加速啊？啊，没有给加速的话，感觉又要嘴一下了。我们待会看一下开服福利吧，有没有给东西？空的 ，Oh my God， 是空的。来个加速，秀一波，啊，点光了，五级了哈，还不让我出来嘞，看到没有？我就是想要看到这个，嘿嘿，开照了，开照了，有没有解照的？好像没有哎，城堡有点少哦，城堡太少了。初级不行了，好了，反正是氪金游戏了。本次影片就到这里吧，大家拜拜。